想吃吗？小野种，今天晚上我就把你卖到山里当童养媳，你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你妈妈了。我要妈妈。他已经出门了，你们找机会动手。哎呦，又来个美女啊！你就是姚旭，听说你想动我丈夫的公司，还想搞我的女儿？你丈夫谁呀？老子怎么知道？不记得是吧？姑奶奶，我算服了你了。不管你丈夫是谁，我以后绝对不敢招惹了，行了吧？希望你记得今天说的话。我再也不敢了，肯定不敢了。有完没完了？还打是吧？打！不，我们要的是你的命。